可唔可以讲下你初初嚟嗰阵时咧，你系信咗耶稣未嘅？喺初嚟嘅时候未信耶稣嘅，当时你都唔系好认识到神系咪真啦，系咪？咁我就同你解释咗神系真啦，咁同埋咧，亦都咧系跟住咧就同你祈祷啦。咁喺祈祷嘅时候，你可唔可以讲下你有咩经历啊？是那即好像有些不开心的走出来样，是吧？那跟着你都很感动地哭，你哭的时候是你觉得是是不是我说的说话，抑或好像有一种力量令到你会感动这样？那时候我好像将自己不开心，跟着就想回，跟着就觉得自己好像是那么好，是释放了出来就OK， 係咁啊！我想問嘅問題就係話，係到底係我講嘅説話，抑或好似有一種力量令到你會有一種感動嘅感受咧？你覺得？你講嘅説話加有啲力量，有一種力量喺裡面嘅。咁祈完到之後，你嘅心情之後點樣樣啊？而家好似成個放鬆，係係啦，即係睇到神好真，係咪？咁你愿唔愿意信靠耶稣啊？而家见到耶稣咁真啊，感谢耶稣啊，系咪？即系话咧，原来我哋可以咁样经历到神嘅作为，就可以睇到咧神好真嘅，系又真又活嘅。你而家会唔会相信耶稣系又真又活啊？系啊，睇到真系可以经历到嘅，系咪？同埋咧嗱，如果我哋试嘅数一数你所经历嘅，你有平安系咪？觉得个人轻松咗系咪啊？好似重担释放咗啊嘛，有啲感动系咪？咁所以咧，睇到耶穌好好嘅，有冇覺得身體舒服啊？係啊，你可唔可以形容出嚟啊？之前個身好似好痛咁，而家就反而好似冇咁痛。哦，你講開頭個心痛，你講未祈禱之前心痛，因為未祈禱之前，你係咩原因心痛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可能壓力呢排嘅壓力。哦，即係你本身個心有啲痛嘅，但喺祈禱嘅時候咧，個心就鬆咗，係咪？啊！感謝耶穌喎，耶穌咁真實嘅醫治喎。嗱，呢個聖經都講過，因佢受嘅鞭傷，我哋得到醫治。即係耶穌咁真，即係你睇到一個雙重嘅祝福，係咪？咁所以我希望你會真係跟從耶穌嚇，真係信靠耶穌，跟從耶穌。多謝主，你有冇嘢想感謝神添㗎？你會唔會感謝神啊？而家會唔會啊？感謝神啊！你會想感謝耶穌啊？感謝耶穌，好多謝耶穌嚇。